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们回小洲村吧。我们回小洲村，我们回小洲村。我也想打台球。我不会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就教教我，教教我嘛。哎，看着点，不会打就回家，那看半天。我想吃西瓜。啊？冰箱里有。哦，我不吃隔夜的，我要吃新鲜的。现在？嗯。去给我买嘛，我想吃西瓜。嗯，拜托拜托，就是半个。帮你买。嗯，你快去。